秋秋森旅秋冬活动、心流禁旅与泉源 SPA 的体验，拥有距离花莲市最近的泉池。位于凤林镇的秋秋森旅在秋冬季节推出双重温泉优惠专案，民众享受汤屋之后，旅客还能来到心流禁旅森屋体验前所未有的禁令，体验送波声音的疗愈课程、舒眠冥想引导，体验深沉舒雅睡眠修复之旅。位于凤林镇的秋秋森旅针对秋冬将推出双重温泉优惠专案，冬季泡汤享宴包含二子泉旅、双人汤屋50分钟、咖喱香马炖鸡饭、泰式豚烧饭、三杯仙姑饭，轻食餐点三选一，优惠价格只要1300，享受半日的温泉放松疗愈体验，更是冬季泡汤疗愈度假的首选。就是两种选项，一个就是独立的汤屋就可以1到2人，那另外一个就是家庭汤屋，那可以容纳1到4人。跟原住民合作，然后跟原住民一些朋友老师去了解一些文化的部分，就是比较现江那种野菜，小农的野菜，然后我们会增加一些那个刺葱，那刺葱的部分就是比较难处理，然后我们就是用法式的手法去呈现，它会变成粉末的状态，可是它的香气是保留的。旅馆也为游客设计的心流禁旅坊，专为现代人所打造的静心中心，为旅人远离生活累积的压力，往内心深度的平静走去。我们的油都是自己去熬煮去制作，然后我们的料草是从印度进口的，然后提取油是法国，然后我们是熬煮大概2到3天的时间，那这期间还要去唱诵去祝福它。送播声音疗愈课程，舒眠冥想的引导，体验深层舒压的睡眠修复之旅，在与大自然共振的心流禁旅生物中安稳好眠，苏醒时能够带着全新的活力迎接充满能量的一天。记者林杰，凤林镇采访报道。